云国一直是我所乃的全国的一线缉毒战场，限期一个月，全力侦破新型毒品案。 一直都在找关于他父亲的真相。站住！你们有没有任何人去尝试一下这么可怕的经脉？3年了，这是你的一个心结，你必须要打开。 清楚，一个月的期限。吴振峰，现在就在帮你。我不相信你们，到底是什么害得你家破人亡？是毒吗？ 你怀疑我？你怎么查？你有没有查吗？拿我爸的，他活该一辈子，背负毒贩的骂名。云和的毒情并没有缓解，我们依然任重道远。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 相信我。